来了您的酒，来，小姐您慢用。小姐，小姐，你就听双儿一句劝吧，这孔老夫子都说了威邦不入，何况这冀州还是咱们仇家的地儿。那又怎么样，不是仇家我还不来呢。你真打算要行刺袁绍？没错，我要让他血债血偿。我已经打听好了，袁绍的车家都在这里经过，明年的今日就是他的忌日。这袁绍出行身边一定有许多高手随行，小姐单凭一己之力恐怕……那又怎么样，我要替袁绍的人头到我父侯坟前祭奠。我就怕老爷他才刚入土为安，你就赶着与他父女团圆，你能不咒我吗？栓儿就是不想你白白送死。行了行了，你去帮我买个烧饼去。这都要厮杀拼命了，你还想着吃烧饼？让你去你就去，我就是不想让你啰嗦，快去吧。刚才救了你。哼，多管闲事，你到底是谁啊？我叫恩人。恩人？哼，你姓恩吗？当然，你要是愿意叫我恩公我也不介意。哼，少臭美。哼，看你长得眉清目秀的，手里竟然扛着一把大刀片子，和你这模样还真是不搭。你懂什么呀，什么大刀片？我告诉你，这刀可厉害了，最好离远点。那我问你，从谁那儿学的刀法？关云长，你关二爷。关云长？哼，关云长能教出你这样的徒弟，多少有些汗颜吧。你给我闭嘴！要不是袁绍使诈，他早就成了我的刀下魂了。那你说一说，你为什么要刺杀袁绍？哼，你管不着。贵姓贵宝出啊？不告诉你。幽州公孙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不仅知道你姓什么，我还知道你叫公孙宝月，名如其人，就是块宝。哎，你给我站住。你别跑呀，你告诉我你怎么知道我叫公孙宝月的？问你话呢，听见没有？这块手绢是你的吧？上面还绣了你的名字。你救人就救人，还偷别人东西，还给我。哎，全当是我救你命的谢礼。这块手绢我留下来。哎，
你把手绢还给我，听见没有？少主。少主。我知道了，回去再说。嗯。哎，你别走啊！哎，小姐，这烧饼我买回来了，你跑哪儿去了？哎呀，还什么烧饼啊！快去追那个男的。文丑，乃河北名将，各位将军，谁可前往擒之啊？末将愿往。好。这。谁愿前往？丞相，张辽愿往。驾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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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文将军威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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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，云长，可愿前往？这。这是为何？大耳贼，现在你还有什么话可辩？我何罪之有？哼，何罪之有？你义弟又害死我一员大将，你说你何罪之有？退出营外，斩！等等，容我说一句话，再杀不迟，如何？这曹操最担心的，就是我协助明公，所以，又云长
诛杀了颜良、文丑，想借民工之手把我杀了。我只是心寒，这河北之大，竟无一人替我辩解伸冤。哎呀，险些使我蒙受害贤之名啊！快快松绑！民工宽大之恩，无以为报。民工，我这就侍于心腹，连夜送书信给云长。云长知道我的事情之后，便会连夜赶来，协助民工共诛曹贼。好啊，若能得云长，胜颜良、文丑十倍。将军，有人称是您的故人前来拜访。故人，请进来。诺。关将军。你是谁？为何称是我的故人？将军不必细问，您看书信就知道了。想知道我要来辞行，是有意回避我不见。叫！叫！叫！兄长的心思不明，弟自明。若有怨词，文远甘愿领受。文远找我有何事？闻知兄长今日在镇上得知刘皇叔下落，弟特来恭喜。大哥虽在，却无缘已见，有什么好恭喜的？兄与刘皇叔和兄与弟的关系，以为如何？我与文远朋友之交，我与玄德朋友而后兄弟，进而君臣，不可相提并论。如今刘皇叔又在河北袁绍中，兄长可要前往投之？怎么，难道你们要违背当日之约吗？文远回去
必须代我向丞相道歉。云长执意要走。丞相，云长他心直口快，句句说在妙处，我无可反驳啊。悔之当初不该答应于他。丞相，若无当初之约，云长他怎肯留下？这正是我为难之处。要云长走实在可惜，若要强留，云长定然不肯。孟远，你先下去吧，我自有计留之。快去报知张辽将军，说关羽有急事要求见。诺。关将军，张将军身体不适，恕不见客。你可说是我关羽要紧？小人如实回禀，张将军病重，不能起身。张辽也回避我，这肯定是曹丞相不肯让我离去的缘故。我去意已决，岂能在此一再停留？叫！丞相，刚刚有人送来云长的亲笔书信，请您过目。丞相待我以礼，委实令我终身难以回报，我也不忍采用这种方式离去。奈何丞相日日拒我于府门之外，丞相的一片爱意我已铭记于心，来日定有报答之时。何事？丞相，这是何物？这是关将军交给小人的教册。是丞相昔日封赏关将军的金银彩锦，已封存。婢女十人应举内侍，汉寿亭侯封印，所拨随从，关将军均未带走，只带原随从及随身行李，出北门而去了。丞相，采阳月灵铁骑三千，去生擒关羽，献于丞相。请丞相下令。不忘雇主，来去明白，真丈夫也。尔等都应效仿于他。丞相，真的就让他去了？你先退下，不得追赶。
丞相对关羽恩深，今日他不辞而去，且胡言乱语，冒失军威，他的罪不可谓不大。若让他到了袁绍处，无异于如虎添翼，不如追杀以绝后患。不可，昔日我允他三世，岂能食言而肥？义士各为其主，不得再提。文远，丞相，云长逢金挂义，财物不能动摇其心，绝路不能撼摇其志。这样的人，我深感敬佩。我想，他必去不远。文远，你先请住他，待我与之相送，路费锦袍赠与他，留一个纪念吧。